有关网传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未举发一案，经查该检举影片为翻拍影像，非原始档案，告发有争议，故不予举发。依据警察局警政信箱线上受理民众检举交通违规声明，违法事实认定项目中使用数位相机所拍摄的采证照片录影，应检出原始数位档案，以确保拍摄日期时间正确无讹，并叙明违规日期时间地点及违规事实内容。经查，本分局113年上半年受理民众检举案件约17000多件，本分局均依规定编排专员受理。本分局将持续加强取缔交通违规及交安宣导，以维护民众行车安全。